一边一个头。摕到肉粽盒啊，阿嬷当在教因公国小学生包肉粽，这是高雄红公所为着要将这应节的风俗包肉粽技巧下当传承落去，特别邀请会晓包肉粽的阿嬷来教乡内小朋友包肉粽，而且包好的粽嘛将要甲社区的独居老人来分享。不错啊，现在小朋友哈都不会包肉粽，你知道吗？啊，现在都妈妈阿嬷都来教他们包肉粽，给他们认识认识肉粽怎么包。现在家里都大部分只有在吃。然后看阿妈包的方法跟家里包的也不太一样，然后可以学到很开心。包了之后，要送咱这独居老人，甲好学生啊，吃甲老师安尼，安尼尔啦。你会感有啦，本来外界这唔只就是啊，送这独居老人。因为现在会晓包肉粽的人是愈来愈少了，所以才会邀请乡内老一辈妈妈甲大家包肉粽。国庆红公所表示，唔那是要将传统传承落去，嘛是希望叫老一辈妈妈爱出来活动一下。平常有在参与乐龄教育的学员，那他们的孙子很可能也都是在这个学校的学生，那我们就用这个学校的这个据点、这个学区来帮。这个地方这个村庄里面的老人家跟小朋友他们办一个祖孙代间活动教育，那也是一个机会教育，那同时也庆祝端午节的活动。这样因公国小学新店阿嬷指导下包肉粽的介绍是越来越好，校长蔡高山表示，给老一辈妈妈甲大家来包肉粽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这种美意呢在学校来举办，那一举两得，也能够照顾呢独居老人啊，也能够让学生来体验这个包粽子的这种呢乐趣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活动。妈孙啊两代聚集做伙包肉粽，大家是包肉粽包甲真欢喜，妈好过日子，加了一份欢乐的气氛。记者王真心，长报道。